客气哦。啊，来来来，啊，是这样子，再一遍。好，把我给你的手电筒拿出来。哎，我的手电筒没有挂过掉哦 ，LED 哦。然后我们没有卖，我们是921啦、啊，去年20周年，我给他们，就是当那个急救包啊。那你看，它只有像一颗一只什么一个笔而已。我们是那个我一个一个耳朵，光它比较动啊啊，在这里讲一下。理事长、主委及各位贵宾，大家好。好。首先，先恭喜得奖的一个青年呢。那紧接着跟各位贵宾的话，介绍这一支超效能的一个手电筒。这一支超效能手电筒，它耗电非常非常的节省，只有0.5瓦。我们家里随便一颗灯泡都是40瓦、60瓦，那0.5瓦，但是它所输出的功能，各位。会比较淡，输出的功能非常的强，将近400到600的流明。那它是我们救灾以及我们警察朋友们他们夜间执勤的一个利器，那也是我们妇女朋友们回家夜间回家的一个好帮手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谢谢。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前会里面他们呢受了一点伤害。可惜海平就没有灯，如果你们要代价真的很轻、稍微掉在水里就开过一公里，所以 我常常说红胎跟北港是台湾的一个赞，台湾的特产，所以台风的时候或者是地震的时候，这个对你都很重要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可以里面我们帮你装个电池的，四号电池吗？两个四号电池用完了，这个是军用材质，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卖，我都做公益而已。因为我有跟先生讲说，这些没有都太不紧扣轰了，然后呢感觉又很贵，这因为我们这个卖起来有点贵，那干脆来送给大家来祈求那个平安，好不好？拿起来喽，我们要快乐嘛。黄金不灰也没有关系，这个点亮你的未来，好不好？我不会做功德哦，会不会唱？梦里的天